外套还不够，防寒三件套，毛帽、手套、围巾全派上用场，不让冷风有机可乘，骑车更是要包紧紧。在高雄就有一名七十几岁的老妇人，突然感到双脚冰冷麻木，疼痛苍白，到医院一查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她竟然罹患了脚中风。刚刚开始觉得冷冷的、灰灰的，后来才觉得有一点颜色了。我是从小指那边开始，我好像越来越严重。从小指延伸面积越来越大，陈小姐赶紧就医，脚竟然也会中风。医师发现她通往下肢的血流不畅通，腿部的肌肉组织因为缺血导致坏死，不赶紧处理，可能就要面临截肢。他会开始产生这些冰冷，然后麻木、疼痛。他的脚开始是比较苍白，但是后续你会觉得他怎么开始好像发黑。更常见的是那种就是脚开始有伤口，我们就要负责把血管打通，然后才可以让这些伤口更容易可以愈。医疗团队将血管抢通，搭配整形外科，才成功保住妇人双脚。医师提醒，如果感到双脚麻痹、变色或是出现伤口，就有可能是罹患脚中风，得赶紧就医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突然之间头痛欲裂，小心可能是中风的前兆。国内去年中风人数超过41万，当中半年内失能比例高达51.72%。卫福部推动中西医急性中风照护计划，利用中医的特性来帮忙降低中风失能风险。中医的角色是在哪边？是在神经复原的部分，能不能让它死掉的神经或是被破坏的神经能够尽早修复，甚至通过身体的一个经络治愈的一个能力，能够让它已经坏死的细胞能够重新再生。中医可以利用针灸降低堵塞对神经系统的损害，保留神经的功能，对年轻型中风患者来说更加重要。因为根据统计，国内45岁以下的中风病患比例从10年前的5%增加到18%，占比高达1/7。我刚有看到一床患者，中西医合并的照护，在前3小时内用西医急性治疗，紧接着中医加强神经功能的维护，动物实验上效果显著。为什么中医是在亚进性期？因为病人在急性期，他的生命真相非常非常不稳定。你可以看到我们 PAC 的条件，他受治条件首先是病人是什么样，他有认知功能，他已经醒过来了。那第二个呢，他可以有行动，他可以有肌力，他可以坐在床上，或是坐在椅子上可以1小时。这一套中西医急性中风照护，卫福部将寄出补助，从地区医院开始执行，希望在黄金时间降低中风的失能比例。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元采访报道。国门解封，不少民众都有出国规划，只是要小心搭机期间可能会出现经济舱症候群，症状包含脚胀、脚肿、头昏脑胀、咳嗽等等，但严重的话血管一旦塞住，容易会有猝死风险。其实有时候我们长途搭车的时候，因为很怕就是可能上厕所比较不方便，但是其实会建议民众就是还是要多喝水，多补充水分，让你的血液循环的那个流动度比较高，然后浓稠度血液浓稠度下降的话，其实对于我们一些身体的循环是比较好的。经济舱症候群又称之为深度静脉血栓，主要的高危险族群包含静脉曲张、血栓病史患者以及老年人、肥胖者和孕妇都要小心。如果飞行超过5个小时，就有机会出现经济舱症候群，因此上机前记得得多喝水、补充鱼油、充足睡眠，还要按时用餐。下飞机后晒晒太阳，补充维生素D也会有帮助。另外，少喝酒精、咖啡因饮品，也不要过量饮食。咖啡因会利尿，其实也会把身体的一个水分排走。那你可能水分流失的话，其实对于身体的细胞运作是不好的。就是要多补充一些鱼油的部分，或者是你可能一个礼拜吃3次含有 Omega 3的这种鱼类，其实对于身体的一些抗发炎啊，或者是循环都会比较好。不过，除了搭飞机外，包含长途火车、巴士，甚至是久坐，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症状。因此，提醒民众最好每2小时就起来活动筋骨，增加血液循环。八大新闻需要组综合报道。电脑断层检验室里，医检师忙了一整天，没办法休息。疫情趋缓，3年没筛检的民众恢复检查，没想到因为延误就诊，临床发现大肠癌跟乳癌的患者都出现诊断时病情恶化情形。三阴性，或者喝吐的乳癌，
如果耽搁太久那就不好。在疫情期缓，确实很多妇女朋友都出来筛检，从我的门诊的经验看起来，大概有一成到一成五的妇女都出来筛检，那就比以前过去多了很多。专家摇头表示，癌症筛检要开始还债了。别小看三年对癌症恶化的影响，国内四癌筛检人数从疫情前每年509万人次，到疫情初期下降8万人，后来更是雪崩式的减少。如果没有早期发现控制癌细胞生长的话，以大肠癌来说，只要延迟筛检半年，晚期风险增加25%，死亡率也上升22%。乳癌部分，对比起过去10年平均年增加的人数，去年也多出100多位，也就是说他们该去而没有去。那另外一个叫做阳追率，就阳性应该要追踪再进一步确诊，这个也大概也一样，大概也是流失了大概20%到25%。临床上今年发现肿瘤较大的患者明显增加，疫情趋缓，各项疾病的后续效应正在慢慢发酵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全身肌肉僵硬，怎么睡都睡不好，不少人饱受睡眠障碍困扰。不过太快入眠也不是好事。一名40多岁的男子每天秒睡，没想到却被检查出高胆固醇、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多重心血管疾病。原来秒睡背后的过劳还有睡眠时间短都是循环病的警讯。是你秒睡有可能造成你的血压波动非常的大，当你血压波动大的时候，有可能冲击到你的血管而产生的血管的疾病发生，包括脑血管疾病、脑中风、心血管疾病，包括心肌梗塞。睡眠的第一阶段是准备期，之后经历快速动眼期，进入深层的睡眠，通常需要5到20分钟。如果是不正常的秒睡，通常伴随过度疲劳、深睡期短、长期浅眠的问题。睡眠品质不好，同时秒睡因为肌肉快速放松，但大脑还在活跃期，也更容易出现俗称鬼压床的情形。进入肌肉睡眠的时候，肌肉是松的，肌张力跟着很快也就松了，所以它没有张力，整个都松掉了，没有维持那个松张的绷住的那个状况。睡眠品质和心血管健康息息相关，要是秒睡却无法深眠，恐怕也是另一种的睡眠障碍。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元采访报道。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，要订阅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